我们看这一题，他问说底下这些哪一个是无解？无解的话一定是到最后什么呢？到最后一定是零 x 哈，啊等于某一个不等于零的常数了，那就无解了。那也就是说x 项的话一定会等于零，这个 x 项不会等于零啊，所以这个不会无解，我这不要选。再我们看这个这有5x 嘛，这有多少呢？3x。所以这个也不会无解，我看x 加 x， 2x 嘛乘以2的话2得4，这是5嘛，所以这也不会无解。那我们看这个呢，这会不会无解？3减1是2嘛，负2，2减2，这个有可能是无解的。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常数常数的话这是负3嘛，负3呢，负5得正，这是负的3减7啊，3减7嘛，这里的话 这个是正4啊，这4等于4嘛，所以到最后的话 x 项的话等于0嘛，0x 加4等于4啊，所以 0x 的话呢等于0，这个有无穷多组解啊，你带任何 x 下去的话都成立，所以这也不是无解，那应该就是这个啦。这个 2x 减 3x 是负 1x 嘛，然后呢这里的话多少这里是负 2x 啊，不太对，第一选项的话 3x 减 7， 4减 x， 这里还要加一个 x 啊，这没有错这里的话是负 x 嘛，这边有负 x 啊，这边呢负 2x， 负 2x 嘛，负 2x 加 x 嘛，加1，所以是负1啊，这边是负 x 嘛，这边 x 项是负 x 啊，这边的话呢负2啊加1的话也是负 x 嘛，所以呢 x 项就等于0了，也就是 0x。 那我们再来看常数项，常数项这边是7嘛，这边多少？这边是8，所以一过去要负一，变成呢零就等于负一啊，这不可能，所以这无解，所以答案应该要选 D。